哇，这是乐高积木图。我姓易，工程师在盖房子。诶，这里有一个窗户啊。我这里也有一个窗户，我要盖一个很新的，盖一个超级新的。要怎么盖呢？好，那我也来组装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么好了？哇！怎么你的房子掉下来？吓死人了！你的房子从空中飞掉下来了，吓死我了，差一点裤子就湿掉了。我盖好了。哦，我转过来我看，哦，要从这边。哇，这是有公鸡的房子。对，哇，那你放这里。我要盖一个跟你一样高的。我要盖一个有两个窗户的房子。就是你需要这一个牌。那你可以帮帮我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要盖两个有窗户的房子。好。请你帮帮我。可以。这个要。这个很像飞机耶，真的耶，是不是很像飞机？这样子喝起来好像火箭，像火箭哦，这样子像火箭吗？这样子喝起来脆高，这样吗？这样啊，脆高，是我昨天做火箭的。好，那要再怎么做呢？我再盖这个是两个窗户的房子，好，然后这个是做它的屋顶，耶、下面还可以放一只小白兔，我还不是小白兔啦，是小黑兔了，是欧老师兔，耶、你看我的房子跟你一样高，你看这个是小屁孩，小屁孩。我的房子跟你一样高，耶、超好看的。那再来还要搭配一只火箭吗？哇塞，这是我们这一家，好像很帅耶，这样子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盖的城镇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盖的城镇。怎么小屁孩站在下面？这里还有很多哇！这里还有这么多。对呀。那我要怎么把它盖成一个超级豪华的城市呢？对。那我再来组装，你也可以帮我。对。要怎么样做一个超级城市呢？我需要这个。